我们鼓励支持两岸正常的经贸往来，依法保障台胞台企的合法权益，但绝不允许任何人、任何企业一边在大陆挣赚钱，一边给台独顽固分子充当金主、提供金援。对台独顽固分子、关联企业和金主，我们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予以严惩。